我现在在吃一个润饼，好恐怖哦！现在它叫做精致润饼，然后七十块，连锁的、啊。传统润饼它七十块，好贵哦，但我觉得还不错吃。之后还发现它那 Uber e 如果要叫的话，七十块的东西变成八九块，九十块的东西变成一百三十九，好恐怖哦！哇坑爆，哇坑 <laughs> 爆，我不想接这个。 Omega，、oh、大家安安，我是丽丽<利>，欢迎收听一加一电台。今天是 EP 一五三三，呀，你刚刚的 w a k k m b o 加 c u m b o 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两千年以后出生的人应该也不知道。我实际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是那个许孝顺吗？t 身有玲珑啊，对对对，哇，你记记得这么深？对对对嘞哩，对呀，三的妹妹丽那种的。<laughs> 我小时候我们家很爱看，我其实也很爱看，我觉得很好看的、欸，而且他有一阵子是、那個、噔,噔,噔噔。有一阵子他去巡回、欸，然后去各个学校、大学，然后一个实体的那种类似演唱会，然后我觉得好嗨哦、喔，而且他很像那种电子花车，他整个舞台都是那种布灵布灵布灵。我是觉得以前这样，他是做秀场艺人吗？对，那样子的人真的是临场反应超强，超好。 然后像是说以前一些我也不记得我不知道、欸、<对>因为有一些像现在很多那种单口相声或者是双口 stand up，就是如果你去看现场都会有点小尴尬，但剪辑上面也都会觉得有趣。那我就在想，以前那种秀场艺人，他如果现场看的时候是很嗨吗？还是是因为我们透过电视？ 然后才觉得哦，其实蛮有趣，也是靠剪辑这样。哦，因为我前阵子有在 YouTube 就有看到他这个《t 身有玲珑的那种类似没有剪过的完整版现场完整版，整版蛮厉害的。哇 <Wow>！一大一唱一大一唱，还蛮强的。那、啊、这个是有脚本吗？ 他们应该会，就像是呃 podcast 一样，可能他有讲一些主题吧。<laughs> 但是就是一个人讲什么，一个人讲什么，或者是现场有什么反应，他们都对超快，你都没有那个空隙感。欸、他们默契很好、欸，哎，基本上跟一加一的那个默契一样好，才有办法才有可能哈。对，毕、哦、竟我们那时候也是直播叫 podcast 嘛，对啊，一刀未剪。如果我们现在去别的 podcast <對>都觉得、欸、怎麼,那么空隙那么多？我没有要一个对岸的用子，才艺捧一，我没有。 彩铃捧一，彩一捧一哦，没有贬低啦，沒有,没有要比较风格不同，风格不同。其实我们也觉得这样好累，<對 S 2> 只是因为我们两个默契太好。如果今天有其他人技能说其实也不太好接啦。其实真的是跟默契有关，不会。就我我会觉得可能呃，大家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加入我们的那种、啊，会比较难插话。对，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彼此說，说你讲什么，我要接什么，所以偶尔还是会有突然间碰。 撞的时候、哦，但那个碰撞就是好玩的，嗯,嗯，嗯、就像我们前阵跟那个完全陌生的观众，然后去露营，我就觉得那个碰撞蛮好的、欸，嗯，就如果你跟熟悉的人，其实你会大概知道他的习性，然后不熟悉的人就是会从那个完全不认识到新到朋友要变成认识的时候，那个有一段的那种很像恋爱感啊。<蛤>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对他产生好奇，他对你产生好奇，然后你对他的过往不了解。 然后我们从这些对谈当中呢，吐出一些自己的一些历练，或是一些人生经历，能、嗯、觉得那些资讯很有趣。因为、欸、我，你真的已经忘记我上一次这样子认真交朋友是什么时候了。很难，我觉得，尤其是读书，<为>呃，出社会以后更难。真的，因为他这种交朋友不是说，哎、欸，见面一次就朋友的朋友，哈哈哈，然后之后再也不联络的，是。 我们录影结束了以后，还是有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那个跟观众录影的影片啦。就是反正我们有跟一对情侣，他叫做西瓜哥，顶着嗯，然后就是完全只是见面两次面，然后就约录影，然后就哦，好啊走啊，然后就也不像什么北部人说走啊，你本来是啊，特套没有，我们是真的执行去走，然后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什么年龄的人。到现在我们其实三不五十，其实有个群主在聊天，对。 这样子的朋友的交友过程，我大概有五到十年没有发生过了吧。大概你十五岁之后就没有了。你好歹也二十二岁之后吧。就我现在跟以前前同事们也不会特别聊天了。那你会说他们是朋友吗？好像也不是、欸，你只会把它归类成叫做前同事这样子。嗯、尤其是。 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蛮常参加一些场合，嗯，那种场合就是那种社交场合，他必须要你去自我介绍。然后那一些其实场合，你在认识人的时候都是有点目的性，别人认识你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目的性，就会很快的去，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你的目的。对，然后再来是你要很快的让对方知道说你是谁，对，然后你有什么特长，就很像是我们上一集在聊的那个 l 头一样。 就是你，你是知道一些很表面的东西，你知道他是导演，他是写摄影师，他是做微电商，但其实你对这一个人他的能力程度多少，你其实不知道的。真的耶，就像我们很久很久，也不是很久很久，几个月前也有分享过，我们有去参加那个 YouTube 的线上、嗯、呃实体活动嘛。嗯、那时候也有碰到很多人，就是说，哎、欸，找机会一起有合适的主题一起来拍片啊，来来来，一起去干嘛干嘛，嘛可以一起去，甚至也有人说一起去露营。 什么的，大家都讲表面啊。现在已经半年过后了，<laughs> 没有人在约的啊，我也没在约的啊。就是那时候一面说啊，下次聊，下次聊，下次在哪里？对啊，我我们连网络上都没在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交朋友就是这样，啊、就是要从不要脸开始。不要脸不是说你要那种让人家觉得很讨厌，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主动的去邀约他，主动的给予机会。嗯、像我们这次集露营会成功，我真的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西瓜，因为西瓜他主动的说定了时间。 主动的说，哎、欸，那你们接下来什么时间要来？这样。他主动 B 说，哎、欸，他也不是 B 耶。二、呃、二月不行是不是？那我们先约三月，<對>然后就先敲定好，然后那个银位也定了。对啊，是这样，就是比较有呃，因为你要说他很像是冷脸贴热屁股，也不会、欸。我讲反了，你有发现吗？热脸贴冷屁股，屁股我就是懒得。如果啦，如果是他，他可能一次两次都失败，他可能就會有这种感觉。对啊，所以我觉得交朋友真的是会有一种。 需要不要脸的时候，但是一个群体里，我就是非常非常希望有这样的谢谢,谢谢有一个会主动约大家的人，因为我跟丽，我们不知道讲过几万次，我们都是属于被动邀约。我比你好好很多，我就是没办法下定决心去主动抢一个人说，哎，好久没有见面了，要不要吃饭聊聊？我我人生中大概。 一只手手数了出来的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次还两次，我有真的这样主动约过吧？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等别人约，我就下不了那个口、欸。其实你也不是讨厌交友，你只是比较少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每次出去，疙瘩。你每次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就还是开心的。对，但是你也没有会让人家觉得，人家觉得你难搞，也没有。但伊利他个性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人人他需要有一个人无法主动约人的人，我就是这一个地方是我整个的痛，啊、我烂个性在这边。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今天早上我们原本想说啊，我们去难得去吃个早餐。结果吃早餐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住丢花街附近嘛，就是突然间有除了吃早餐以外的行程。例如说，另外我说，诶、哎，这间我们之前都没有逛过，让我们来逛逛好了。那不然我们就走走走走去哪里吃什么早餐，然后诶、哎，进去永乐市场里面逛一逛，然后看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说不定我们可以吃。 台南意義面什么什么，但是因为对我来讲，我的脑袋里的逻辑是我今天要吃的早餐，我的早餐的印象就是要么是永和豆浆，不然就是正常的那种美人美早餐店。没有，重点是我还问他你要西式还是中式，他说要中式，然后我说哇<對>、哦，那这边刚好永乐市场这边很多中式的，就是炊鸭米啊，就<好>因为但因为早餐的概念其实每个人不太一样。对，呃，因为我的我的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的中式的概念就是美人美、豆浆。 豆豆永和豆浆也像中式西式美而美是中式。对，对我来讲，我的西式是那种呃 brunch。Br 哦，美而美是中式。对我来讲是中式啊，因为它还有萝卜糕跟蛋饼，就是中式啊，有铁板面那些、啊哦。你这样讲也是、欸，但好像大部分人认知是美而美这种就是西式。哦，对我来我的认知的西式是它卖。 咖啡卖简餐然后是三明治、汉堡那一种薯条。Oh, okay. 那这是我的问题啦，我们频率没有对好。没有，那这是我难搞的问题啦。对，你确实今天早上蛮难搞的。然后因为今天多了一些不属于我的行程，就是他逼我，不是他逼我是，是这样讲，我没有在怪你。 就是我被逼着要去做一个我没有预料当中的事情，也没有逼，只是说，哎、欸，顺便你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对对，我的内心就在打架了，因为我知道我这其实就只是顺便逛一下，我们还是会去吃早餐。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没有预设这个心理建设是我要逛街，没有那感觉就像是你经过一个便利商店说，哎、欸，我进去买个东西这样而已。对，但是因为它是一整条路的时候，我就是整个就很遭遇很焦躁，说啊、哦，我没想要逛街，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准备好。 然后我之前曾经也有突然间被拉去一个社交场合的这个状况、嗯，那也不是社交场合，它只是一个就是人非常多的地方一个展而已。对，但是因为呃，对我来讲，我们现在去一个很多展览的地方，就会碰到很多人，嗯，就是比较会认识我们的人，然后就会打招呼、要、嗯、拍照或干嘛的嘛。嗯、我就觉得说他就是社交场合，但我没有准备好，所以我就会心里会很疙瘩，会很矛盾。他的准备也不是那种呃。 我今天下午去，早上就可以准备好。他可能要至少前个一天跟他讲，然后他有个预估说，哦，明天我要做这件事情，他这个才叫准备好。对，我明天要开启这个社交模式。嗯，但是，但他又很难定。 这个人就是很很鸡巴，我没有，我就是真的是只要有提前准备好这件事情就可以了。沒有沒有沒有这个真的要看到看事情。如果我跟他说，哎、欸，下午要不要去金站买个东西，他就会说好哎、欸。那是逛街，但是他也是下午啊，他不是马上。如果你跟我讲说，现在拍开始录完，等一下马上去，你会说好啊。 有一个包包，你是,是想逛街不一样、啊。那今天早上其实就是一个早餐。哎 <laughs>、欸，你要不要去吃早餐？你说早餐好，然后只是刚好经过一个便利商店，那么进去看一下。不是，但是你还去了菜市场，还去了哪里？还去了哪里啊？好了<啦>，反正我知道我这个这样子的个性很难搞，因为只要是有一个没有在我脑内行程里出现的事情，我就会很焦躁，这、就是我一一直以来的病。然后。 我之所以讲这个，就是交友的部分，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跨出叫我自己主动去约这件事情。但是别人跟我约说下个礼拜，或者是明天晚上吃饭好不好？我绝对都说好，只要我没有事情，我就说好啊。就是这种社交我都 OK。但是你要我自己去发号施令，或者是突然间跟我讲说，哎、欸，等下走，我们去跟朋友见面，我应该都会说不要。嗯、但其实如果你能被一力邀约，代表你的成绩很高。什么意思？ 因为你还是有一些很熟的朋友，你会主动邀约啊，邀约来我们家吃个饭，或者把它打个电动。哦，欸、对所，所以代表就是在你心目中已经很 top 了，就算你也会邀我。你觉得是我心中最 top 的那一个？去去丢东西，去喂猫，邀我去喂猫、嗯。你觉得是那个最惨？邀我洗碗好了，怎么聊到这边来了？好了，反正上一次的那个体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啦。然后就是因为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发现那一次的录影。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们很不熟，嗯，但是他其实他们很熟悉我们，所以其实陌生的那一方其实是我们,是我們不是他们。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很有趣。然后如果之后，因为我后来也看到蛮多人，就是有可以来帮我带小孩，然后帮跟我去上班，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只是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很集中的搭方式来问我们，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行程，你可以跟我讲，然后就私讯我们，不管是他 IG 或是我 IG，<Okay. S 1>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评估看看，但是因为其实我我必须说一个实话，因为我们真的很难约，<laughs> <laughs> 就是时间上面会拖的比较久啦，因为我们工作可能会排一个月至两个月这样。对对，这可能要大家麻烦照应的。然后有一个比较，我想要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不会听到啦，就是邀的人會會，你现在讲就会听到啦。好，就是因为我有收到蛮多。 类似那种互惠邀约，啊、或者是就是某一个，好像变成要去行销什么？对，就是哎、欸，我们是你的粉丝，然后你可以顺便来帮我们宣传什么什么什么。我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对啊，變我变掉了。初中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也希望是比较单纯是人员，<為>其实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我们<你>对啊，我们只是想说，哎、欸。 交交朋友，然后看看大家不一样的生活体验，然后你分享你的想法，我分享我的想法，就是一个非常互相在真诚交朋友的感觉。对，我举个例好了啦，假设你本来就是做早餐店的，嗯，然后你就找我们，哎，你们要不要来来跟着我们一起卖一天的早餐？我就觉得很有趣。但如果你今天说你你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早餐店？我是做柴的早餐，我很喜欢你。这个这个、概念就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去其实跟那个早餐无关，是你有这个工作。 我们只是想要体验，然后顺便认识你，嗯、呃，融入一下你的生活，看看。对，但是如果变成说要帮你介绍介绍早,早餐，这个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可不会可抓到那个感觉啊？就是就是呃，目的性太强，跟你真心在邀约，哎、欸，怎么讲呢？就是你做人交朋友、认识朋友，我们想要把那个目的性加到最低，就是你不是要有目的的想要跟人家。 交流，你又是真心想要认识这个人、嗯、交朋友的感觉，嗯、所以我们是想要真心交朋友，而不是充满目的性的。就是好，我去你那里吃早餐，我要吃到一个好吃的早餐，啊、然后换取了一支影片这种感觉。而且这样其实对我来说，你们来说都压力会有点大，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要把我们呃、嗯、招待的很好，但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我们就只是就是纯粹交流、啊，就像有<對>有人说你们要来帮我们带小孩，他也没有目的。嗯、我觉得。 蛮有趣的、啊，<laughs> 他的目的是耶、yeah,，我终于可以放松一天了。对啊，或者你们要不要来种菜？这样我,有有我,我们最近要收成了，可以来帮忙一下，我都觉得好啊。对,对啊，所以其实也有,有时候这也是可遇不可求啦。嗯，哎、欸，我发现我们因为上一集开始就是有架一个影片，想说要抓一些精华，然后发现好像就会开始对着镜头讲话。我没有，我尽量没有想要对镜头，因为我发现你会有一个荧幕人格。 我没有那么的严重。我我认识你很久，我很熟悉你，然后很熟悉 podcast 聊天的你，跟在荧幕前聊天的你，我发现很明显，你会特别放大一个,一個没有，因为我就是在做摄影的人，我就知道那边就是一个镜头，我好像制造角度要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就失去那个意义。好了，不重要，不重要。对，好了，再习惯一下，假装他不在。嗯，好了，我们上一次。 不是有两清明节嘛？嗯，然后因为我家其实就是大家族嘛，十五个人，以其实真正完整家族是超过十五个人的，二三十个人有。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清明节是坐游览车的，哇！上一次跟家族坐游览车出去的时间，大概是我十五岁以前吧，不知道过多久，至少过七年有，你知道吗？二十二减十五等于七，至少七年以上。嗯、好。 嗯，重点呢？<laughs> 没有，我就觉得小时候其实很单纯呢、欸，就是跟亲戚间啊，然后什么堂兄弟姐妹啊，甚至爸爸阿伯阿伯啊等等的，大家就会一起就就会假日住个浏览车去个三天两夜去哪里。但凡长大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这样约嘞、欸。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其实大家的感情应该都差不多的啊。 为什么会就是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可能小孩子也很难揪。然后如果都只有大人的话，他们反而也不会想要这么约吧、嗯。有人说小孩就是大人之间的润滑剂，嗯，但是当小孩变成大人了以后就没有润滑剂了。对啊，所以就是要再叫变成小孩的大人再生。对，所以这就是我就是你爸妈会一直叫说要赶快生小孩的意思。<laughs> 哦，原来是要赶快产出润滑剂要来了，干 <laughs> 了，乾了 <laughs> 快买新的。<laughs> 这 <laughs> 也是蛮有道理的啦，啊，反正我就觉得难得一次的这种游览车还蛮有趣的，就是会有一些阿伯在游览车上讲讲那种故事啊，讲古啊，大家嘻嘻哈哈的那种感觉蛮不错的。我又让我想到以前在小时候的时候，呃，学生时候游览车上最吵的是哪一排的？最后一排啊。最后一排是最秋的那些人。也是最吵的啊，最秋就是最吵啊。 那你以前曾经坐过最后一排吗？我每次都坐最后一排啊，所以你死都不坐前面。所以你是那，就是班上人气王的那一不是人气，<体>算人气王吗？算应该算讨人厌。但是因为最后一排游览车就是五个嘛，就是最多就五个位置，啊嗯嗯嗯、通常只坐四个。那你那个时候通常就是班上的老大、哦。没有啦，没有区分到这么严重。但是后半段，后半可能两三排都会是自己熟悉的人。 熟悉的人，特别吵的那种，然後,然后比较乖，会比较喜欢读书，想听老师讲话的，会在前半段。其实跟你平常在上课的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嗯。那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很尴尬了，因为我一直很向往，就是也不是向往，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坐到最后一二排。但是我本身可能求学阶段都跟那个坐一二排的那些帅气团体的，大概就是都蛮好的。可是因为我很容易晕车，嗯。 所以我就变成我一直很想要过去，但我过去你说你想要做后半段，我想做后半段又想跟我的朋友们聊天、啊，后半段晕爆哎、欸，晕爆啊！但是我想去聊天，我想要跟他。国籍是什么？反过来打牌啊！这会很晕呢、欸，这后半段超晕呢、欸。但是，但你说你不想要晕，但是那些就是班上帅气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啊你。你说晕车很帅，不是？就是你说帅气团体啊。 也不，我不觉得帅气啊。我觉得前面的人也不会觉得你帅气。哎呀，你那时候小学、高中、高中的时候，校外教学坐后面那几个，就是班上比较会讲话的那些人嘛，就是比较摇摆、比较丘的那一群人嘛。耍帅<以>的不一定啊。不管我们那我那时候碰到都是，哦哦哦哦你就想坐后面對，我就想坐后面，就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嗯、哦哦然后，但是我没办法，我就只能坐前两排。嗯、哦哦那前两排的时候，那时、個、候通常导游或者老师，他就是那个麦克风的喇叭就刚好在那邊，啊，很超级吵。然后我每次都觉得啊。 我到底要选哪一边比较好？其实中间蛮好的啦，中间就是你前面顾得到，后面也顾得到。可是就会没朋友，所以我通常就会一开始说啊，我就跟你们坐后面哦。可是我就是晕车，那我坐前两排，然后我就是会这样子转到后面去跟他们讲话，嗯、然后问他们说要不要吃东西或干嘛的，然后结果我自己更晕，嗯、因为你也只要一转过去就会超晕。所以呢，所以你这一次跟你们家族坐游览车的时候，你坐我坐中间，那你是不是也没跟大家聊天？有啊，我前后聊哦，还是有。 但是，就是又又讲到一个相关话题,話題、嗯。你的理论要讲什么？我没有理论，我就只是一个分析。你只是想说后面的人都很敲？请问我们讲到任何的主题是有理论的吗？我们每次都要有一个厉害的结论因为我在还在想重点呢、啊。没有重点，重点就只是我想到这件事情而已。然后又想到说，我国中我每一次你知道心里都会有一些白日梦或一些幻想嘛，就幻想自己如果醒来了时以后可以回到过去。你有这样的想法过吗？ 好，我就当你没有。我我每次醒来都是想啊，看那个梦可以再做一次吗？到正精彩的地方哎、欸。啊、呃，我说的想呃，醒来不是真的那种物理上睡醒的醒来，我是说白日梦幻想，或者是睡觉前，就是反正你有时候在发呆的时候，啊、你就会想说啊，如果回到过去，我突然醒过来，回到过去会到哪里？嗯，然后我要从哪里开始？嗯，如果人生再让一次，对，你会从哪里開始重启人生？ 我会想要从国中开始，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的时候，通常你太会读书，反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你在你在上课认真听讲，听老师讲话做笔记，然后你呃下课的时候不是跟大家玩，是下课的时候边在读书，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书呆子，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大概国一之后。 我其实国一就是有在偷偷的假装听课，还要假装听课哦。那国二、国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课，像是说，例如我还其实还蛮喜欢上数学课的，可是就是听起来说，你你是智障吗？你怎么会喜欢听数学课？你数学你是书呆子吗？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都会假装在发呆、度孤，但其实我很认真在听讲。好。 难理解，你很难理解吗？嗯，但是我以前是这样，因为因为我就是都不听的人，我就是在度过，我不用假装，<laughs> 我是真的度过。<laughs> 没有，我是想认真念书，但是要假装自己不喜欢念书，有意义吗？没有，所以所以那时候会会租漫画嘛，我就是会，人家是真的在看漫画，人家是用书本挡着假装在看漫画，嗯，然后我是漫画放着，然后假装看漫画，然后再其实，在念书。哦，你想要。 假装自己很坏，假装自己是很坏，因为那时候国中的时候，你不是越坏感觉越没有、啊、越屌啊，没有啊，有啊，你就是要哦，烦死了！老师讲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上课了？然后每天就是大家就在看漫画啊，<嗎>或者聊天、睡觉啊，趴着睡觉。我都一直觉得我们是一群是、啊、我们是一群不被人家关心的人呢、欸。啊！我以前因为因为我们只在做任何事情，都没人要理我们，他只会觉得他们就就叫他做也没有意义。 但是永远老师的关注力都会是在前面的那几位同学，后面其他都不理他。就算我今天真的有心想要问什么，老师也会不理我。嗯，所以你看，其实我们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也很想要假装是我们，哎、欸，也不是我们，就是你很想假装就是自己很坏。但其实我很很想要跟前面的同学一样认真读书。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很坏很帅，说自己有干哥很帅之类，然后就是讲讲脏话很帅啊。那时候就是那样很帅，所以我就是跟帅帅团体一起啊。但是其实我如果回到过去、啊這個，这个帅是你自己定义的啊，不是那时候你你相信我，我知道你那个时候也會觉得自己哦，啊、没有我没有觉得自己很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帅，<有>小峰你不要再装了，<laughs> 你都会自己叫自己小风流川风的风枫叶的风你还不觉得自己帅？我没有啊。 你一定忘记了，我让你想起来。你绝对觉得自己是帅的，没有？不然你跟我说，你你以前的朋友们是不是算是班上的老大？不是老大啊，都、嗯、没有没有没有，不到老大。那算什么？他是会读书的人吗？有有读书的人。好，那应该说很会玩的人，很会玩的人嘛。很会玩不代表不会读书，因为有些很是也是很会读书。对。 但是他就是一个班上可能有头有脸、很会玩的人嘛，而不是那种自己坐在旁边画画的人嘛。对啦，不是避暑的人呐、啊，对<吗>就是比较外向的。啊嗯、那你就是坏坏帮那些帅帅帮的人、啊。外向不代表坏坏帮啊。哎呀，不管你就是属于那个团体，这是偏见呢、欸，没有，我就觉得是这样。<好>然后我我如果是现在国中同学的话，就觉得我我我,我那时候超长球的、啊，我是超小白的、啊，我就是一个男人婆那种概念。嗯。 对，但是他其实不是我真正的我，因为真正的我其实是还算蛮喜欢读书的人。嗯，好羡慕哦。然后我还记得国三的时候有，曾经有那个广播说，呃，九年级班王伊利同学请到呃中庭那里集合。我想说干嘛？然后结果我这的去的时候，发现是什么数学之优班的甄甄选，嗯、或者是数学呃密集训练班，就是他。 好像会把每一班抓一个数学比较好的人去，然后做一个密集训练，变成一个自由版的概念。然后我们的导师好像默默帮我偷偷帮我报了，就是可能他一定要写一个人，然后写我，但是没有，因为导师都没有在理人的嘛，就是没有理我们这些坏坏的人。结果我就去了以后，发现说啊，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团体里？ 他、啊、超怪的，我才不要嘞！我就听一下，我就我就还请我的朋友说走了啦，这是什么东西呀、啊？我还走了。然后来想说，哎、欸，为什么我要不要？说不定我那时候超厉害，说不定我现在就是超级资优生，台大什么资管系或干嘛的。我现在就是数学天才。你再回顾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但是我就是会回到过去，就会后悔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要当一个帅帅帮的人？但是，但是其实。 我不知道，我每次都保持着。如果我现在回去想那些事情，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现在的我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才有现在的我。我没有在后悔，我也没有让你给我讲一些心灵鸡汤。<因為 S 1> 你现在就是只是一个心灵鸡汤，<laughs> 我只在跟你分享我脑袋里想法而已。我怎么可能回到过去？我又不是日剧重启人生，我,我也不会后悔啊！好啊好我现在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好啊、好我只是说那个时候。 如果要跟未来，呃，跟过去的我，或者是现在你是一个国中生，你觉得说那些人很帅的话，我跟你讲，你呃过回过头来，你会觉得那些一点都不帅。你如果喜欢念书，你就念；你喜欢做什么，其实就做。你喜欢画画，你喜欢看漫画，或者是你其实喜欢写小说、写诗，然后但被别人去嘲笑，你觉得不要管他。嗯，坚持比较重要。对，因为你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 自己在那里耍帅装酷，然后假装不念书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蠢的事。嗯，对，就会笑你的人其实他都是不懂事，那个时候状态是不懂事，现在也是。现在会笑你的人就是是笑你的人。你要讲什么？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设法要讲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大道理我，我们要讲很厉害，就是你现在不可能会去笑任何人，对不对？我我为什么要去笑人？我可能会笑你愚病吧。 好啊啊！不是這個意思你你你要快点！我很想帮你解决，我很想帮你解决。我意思是说，现在会去笑你的人，其实是自卑的人，因为其实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属于他厉害的地方。所以我笑你讲不好的、讲错话是自卑，不是这种笑啦，好啦好啦，不重要了啊，我们休息一下。什么？我很想知道哎、欸，什么论点？这论、個、点是什么？嗯。嗯 来个 Q A 拉链冷知识说，说刚听完有人分享男生女生纽扣在不同边，那我想分享一下男女生的外套的拉链也在不同边哦。原本是爸爸先告诉我这冷知识的，结果几天穿了我弟的外套以后，才发现拉拉链的时候真的觉得哪里怪怪的耶，所以去查了一下典故，找了一个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来分享，就是呢，因为。 男性习惯用右手拿武器，所以只能用左边解开扣子。扣子的话是自右边穿入的，所以比较方便解开。然后女生的话是习惯用左手抱小孩，所以扣子从左边穿入比较方便，从右边解开。最后再一次敲往邀请正美跟正男。等一下，他说拉链怎样？诶、欸，我不相信。男左，女右。女右 然后，因为男生都要拿武器，右手拿武器，所以你只能用拉链在中间啊。但你没有左右，他是说扣子啦。如果是扣子的部分，因为他讲的是拉链的那个头吧。拉链最一开始要把它串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拉链是在左边和右边、呃。我个人觉得他讲的是典故，应该是很久以前的典故，都会拿武器跟抱小孩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近期的。嗯、所以在很久以前，应该还没有拉链这个发明，所以他应该讲的是衬衫的那种扣子。但是他说。 他说：“男生、女生的外套的拉链也不同边哦。”对，他这是前面讲的。对，在后面他找了典故。对对,對，我知道。我说上次那个纽扣我们证实的是不一样的。对，那我现在想要证实拉面。拉面。<我>拉链<鍊>。拉拉面的不同边要看你是哪一个品牌。拉链<鍊>。对、欸，拉链我不相信不同边。去找。那你去找一个就是刻板印象的女生的外套，我去找一个刻板印象的男生的外套。来来，我不相信。 好的，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先哦，我先。我觉得因为现在拉链是中间，<好>我看一下，它应该是指那个最最一开始要扣在一起的地方。他说男生左边吗？不同边而已啊，不确定哪哪一边。好，我的拉链呢在左边。我的拉链也在左边哎、欸、你这是女生的吗？难道、哦欸、这是男生的吗？嗯嗯嗯嗯嗯哦嗯。 嗯，但我印象中的拉链都在这里，没错啊。我觉得啦，嗯、因为现在现在那个这个社会呢，提倡那个男女平权，所以他都可能做者一样了。我们让观众有点台阶下，好不好？我我再去找，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去找一件外套。等我一下，还是我在哪一件？你不要硬要找一个右边的、欸。可是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右边的。不可能吧？ 来了来了，我现在呢，来自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品牌，我刚好有买了女性外套跟男性外套。哦、这是女性外套，拉链的那个在左边。这是男性外套，哦，在右边，拉在右边。那代表一件事情，我之前一直在穿女性外套，是吗？哎、欸，不讲，我没有发现呢、欸，真的、欸 我不是啊，我都穿女生外套。所以他是用右手拉，哎、欸，但是他习惯用右手拿武器，然后用右手拉拉链啊，这样子就强蹦啊。不对啊，我是我怎么怎么不可能穿女生外套啊？不是啊，那我觉得是跟每个品牌有关系，他可能用哦那个 unisex 就是中性穿着的话，他可能就只会选一边而已吧。我会因为我会因为这样子，我以后会注意一下，我要买的外套是左边还是右边，很怕买到女生外套。 中性的也有可能是就是同一边啦、啊。你不知这种这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还好，你一知道你就会在你心里产生一个萌芽，你就永远会记得这件事情。好，我这边来再说一次哦，我这边穿到的女装是你确定它是女装，这绝对是女装。左手边有这个拉链，男装是右手边有这个拉链，这是来自 Gap 这个品牌。OK，好，我们这个样品样，我们这个样本数有点少。 所以大家可以去求证一下。好好酷哦，又找到冷知识诶、欸，下一个。 一二三说想跟人家聊一下小秘密，就是呢，目前二十岁出头，住家里总是会跟长辈吵架，大事小事都有很吵的事情，每次吵架都会觉得很烦，不知道这怎么办。就明白孝顺这个道理，但是又是做不到，想知道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呢？还有上次直播听到林老板说，他跟他哥哥基本上也很少讲话。其实我们兄弟姐妹好像也是这样，不会去分享任何今天发生的事情。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有时候。 还是会希望有姐妹上的正常互互动，我觉得很正常啦、啊。你去看你爸妈那，你看你爸妈那一辈，他有可能跟他兄弟像朋友一样吗？就是我觉得在手的人，只要住一起，除非你都没有需求、没有欲望，你你才有可能，就是可能都不会吵架。但如果当你今天有一些些想法跟家里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有想法啊，一定会吵架啊，这就是出路点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啊，就是。 就算再少的人，也是尽量不要住在一起。嗯，就像我跟伊利，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很值得吵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之外呢，有更多是我们更值得在一起的，可以一起处理的事情。嗯，他需要我的地方，我需要他的地方，所以才会导致我们才会连在一起嘛。嗯，对不对？所以，所以他需要跟他家人粘在一起。我可以去找一个平衡点啊。但如果真的觉得每次住起来压力很大，然后管东管西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住外面也没什么不好啊。嗯 对啊，<我>你搞不好住外面，你反而会思念一些家里的好啊，而且你可能也会一些成长。我有个理论，就是同性相斥，性是个性的性，就是通常你一个家里出来的人，某方面来说，你的个性，因为你的习惯养成的关系，还有你以前到大的一些教育，会导致你可能某方面，你这个家族的有一些想法跟个性是同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你意思说一样的人反而会相斥？ 会相似，例如说，我家我整个大家族，呃，我阿妈生了六个儿子，然后整个家族里面，其实不管是儿子也好，孙子也好，就是我这一辈的，大家都是属于有主见的人。哦、啊，我是一个算是很有主见的人吧。嗯，对对，超主见。我们全家人都是有主见的人，所以到那个状况下，我爸那一辈，他六个儿子六个到最后都是已经算是老板阶级的人了。哇！ 他们讨论事情起来，大家都是主见，然后就會就会冷战，就会吵，就是可能谁跟谁就是不满意，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什么的。<累>但是我觉得，你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某方面某一个,個性都很有很像，很像嗯、太有主见，然后就是那一个个性导致于他们会这样子不停的去查桩。嗯，他不是一凹一凸刚好结合，他是突突胖胖、胖胖、胖。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家里面，相对强势的人是你？不对，你这个结论不太对。我现在是在讲这个一二三的关系，欸、就是他，因为我们住在一起，没有相斥啊。我是凹的，你是凸的，你凸进来的，好不好？我是得洞，你是凸的啊！不要乱讲。 什么东西？不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说，他们你家会有这样子的吵架，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常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就是好像以后要讨论什么事情都是用吵的。我觉得可以，呃，越来越大可以好好的跟家人沟通这件事情啊、哦。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这个，maybe 可以从自己做起。假设你可以试着看看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私事，然后慢慢从。 自己这边感染到你的家人，虽然我觉得这样很难。嗯，我自己是觉得啊，<對>就是留一点空间，因为彼此留一点空间，人家才会对你有一些呃想要知道的。例如你，你、嗯、你跟你家人住久，你就知道他昨天就在干嘛，今明天就在干嘛。但如果你们今天住了很离得很远，然后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你就不知道他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就跟你分享啊。那你这样其实就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心情。嗯嗯，嗯嗯好，不知道有什么帮助呵呵。 下一个肉排说：“我需要解忧杂货店啦近最近的心情很矛盾，也变得很敏感，有一种把自己框住的感觉。因因为大考的关系，所以每天都在读书，但是以前用来放松的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就很像放纵一样，甚至已经觉得忘了怎么样的正常的休息，也变得很少跟朋友交流，怕自己的行程被打乱。一旦处在这样的状况下，就会觉得自己心好累。希望一加一可以给我一点建议跟鼓励。” 去露营啊！你真的要有时候环境没你没办法改变的时候，真的是环境要改变啊。嗯，那环境怎么改变呢？就是你可能搬别的地方，或是换一份工作，或者是他在大考。那那这件事情就是你还是得等他结束后才能解决啊。那这中间你可能你可以安排啦，就我可能就一天这天的时间，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但是呢，我要约定我明天之后呢，我要认真做。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要逼自己的脑袋里讲，知道什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虽然是已经不知道几万年前人家在讲了，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真的要有开机跟关机的时间。如果你一一台电脑一直一直开机，它之后也会过热。會不会啊，现在电脑都是要让你以前的电脑它也要待机嘛，嗯、电脑也是要待机。它待机不是关机啊，它是持续运转。因为现在如果电脑你很常关机，它反而开开关关坏掉。你用瓦斯？ 那种瓦斯罐，你一直给它烧火，哦、一直在工作，<熱>它要么它就是会把你的炉具烧坏，要么就是它的瓦斯会没有，所以你要有休息的空间。对对对对对好，这是人也是，就像你煮水嘛，你一直很热，它就水会不见，会空了。就是要逼自己，让脑袋里告诉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关机，让自己放松一天。”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不是在放纵。这样子你会觉得隔一天。 精神更好，更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嗯、<哼>然后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下一次可以让我自己有一个关机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不逼自己稍微关机一下，我们就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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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的状况，一直一直是开机的状态。那时候其实久了，你会觉得自己的头很胀，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生活什么的。但有时候关机太久，真的也会回不来。 啊，就是，<laughs> 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自己拿捏，因为我每次会有这种感觉都是过年后，过年完是好森呐、喔，没办法收心了。对，再来一杯温暖的牛奶。说，如果当初一力跟另没有当 YouTuber 的话，会想过有什么方向职业，或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一定还是跟创作有关的、啊，因为我就喜欢摄影拍摄啊，或是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把它实现出来。嗯、我比较不太可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你看我拍影片就知道，我很难一个企划可以拍三个以上，如果它都是一样的东西的话。嗯，我的话应该就是我原本的工作一路做得到，就是升迁跳槽，升迁跳槽。是哦，你是这么稳定的人哦？不是啊，因为你一个工作。 做了习惯会喜欢，像我之前是做个品牌公关嘛，就是做到最后，我其实也没有讨厌那份工作啊，所以我就可能会一路做上去这样子啊。就那那现在的工作跟你这种完全两码子的事哦。嗯。下一个，比伊利大一岁说，说伊利对于不认识的女生一直找你男朋友，或者是私下有互动聊天的想法是怎么样呢？要怎么去跟男友说自己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嘞？我也不是很想要去阻止他认识别人，但是对方对于 是异性，然后对于那个异性对我男朋友任何意图我也不知道，所以是在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坎。我会想知道的是，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异性存在的？是你不小心去不小心偷看到男友的 IG 私讯或简讯吗？还是说他在呃聊天或者是怎样？那个过程就是你就在旁边，你看到了。 就如果你是用偷看的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跟男友讲，他一定会抓这个补方。说你为什么要看我？你都没有隐私。但如果是本身他可能在电赖跟那个异性聊天的时候，你就在现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跟他说，呃，所以我我虽然相信你，就是我不会想要去干涉你交友的权利，但是我会想要你让我安心一点，所以。 呃，如果可以的话，说不定让那个异性朋友我们一起认识看看。哦，一起认识个不错的方式，就是可以聊聊天啊，或者是不方便人家一起认识，可能那个人避暑或什么的话，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人是谁给我，让我知道说，如果你以后要真的要跟他出去去哪里干嘛，然后他的 IG 是谁这样子，我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说这个人是不是。 哦，你的朋友是一个真的是这样子的人，而不是我一直在那里盲目的猜说，哦，这个女生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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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一点安心感啦、啊。但是要让真的要让男友知道说你需要一份安心感，可是不要用偷偷看抓奸的样子。对，哦，我个人的话是不会去看另私讯的人，嗯，然后他有异性朋友，我也觉得还好，相信他，因为他给我非常大的安心感，没有。 我、哦、每天都在家里打电动，<laughs> 然后出去每一件事情都问你，你要不要一起去？<laughs> 我这个东西有什么任何可能？<laughs> 不是你也是可以偶尔跟朋友去、啊我。我唯一是让你猜疑，就是我跟人家跟你说我要跟朋友去哪里，然后就是去买你你的戒指。哦，但是你也不是跟异性啊，你是跟一对情侣。对啊，我都是跟团体的、啊。我觉得我现在身份很难呐、啊。我现在如果只要跟异性在外面，不用别人跟你讲，观众一定会跟你讲，根本就不用发现，<laughs> 他可能会拍照给你看。 不可能好吗？我已经放弃了。放弃什么？<laughs> 你很八、啊。我爱伊利，我爱伊利。好，下一个林世伟的粉丝说：“令恩伊利你好，我想告姐，就是我平常看林世伟艺术家的影片，都會想象令只有穿内裤跳舞的样子。啊、我真的犯了罪，那個、请伊利赦免我的罪。”林世伟是谁？我就是,是那個之前的选议员那个吗？就是穿红内裤的那个吧？那个原住民真的？他不是啊，哪里像？ 我跟你说，性癖可以冷门，但是不能邪门。我觉得这已经归类在邪门的范围内了。啊、首先，你是要不要在心里给人家换脸，然后在心里想他在心里那个 different，对，在心里想另穿红内裤跳舞的影片，这个东西已经归类到邪门去了。哈，很恐怖，这是中原普渡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画面。我觉得不讨，我觉得脑袋。 林林世伟的粉丝，你就林世伟就好了，不要换脸，换脸<臉>。<臉>嗯，嗯我自己是觉得啊，你要想可以，但你不要告诉我，不要让我知道。嗯、好好他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害 <laughs> 我现在脑袋里也是那个，我不是很舒服哎、欸。不要理他啊，今天就这样咯，拜拜，拜拜。